咱台湾即马当拄着豆看花，有哪号台南有名的佛教圣地赤山灵湖岩的湖光拢大了了，内底即鱼啊虾啊嘛差不多拢是翘翘咯。另外即配合即台南铁路的下滑的工线的施工，有哪些行政区即马是停水44点钟。放眼看去，绿水的湖水搭配百年的老庙，清幽的环境，让这间老庙香气不断。台南六家赤山灵湖岩商团是明朝郑参军陈永华所起，大约有300多年的历史。但是近期因为旱灾，嘛让庙外口广达10公顷的湖拢看到底，土壤嘛因为无水逼开，鱼啊甲虾啊是拢死亡。乡客讲从来无看过这款的景象。真少真少，那像安尼遮大啦，迄阵拢小块尾啊，还佫剩小块水，啊，即个算大家底拢含草拢发出来啊。有啊，即几块仔是水规片的，拢平满满的，在顶个。前个礼拜有啊。啊，这个礼拜都没有了。有他们说希望说赶快到去拜拜，讲今去落水落雨啊，是啊。哦，大家嘛就菩萨咯。旱灾无水，予人头疼。但是还未实施限水的台南市区，是因为配合南铁地下化、管线改迁的施工，包括林德东西区、南区、东区四个行政区，13号上午9点开始停水，影响大约23000多户。小姐真有名的店家嘛，提早收台来营运。嘛有人因为近期旱灾威胁，是有意识先欠水来备用。水卡的水今天还可以喝。对，真的下午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下午就没有了。对。可能怕下午就要打烊了。对，就是擦桌子啊，洗一些器皿这样子啊。哦，嘿。这里要撑2天吗？对。自来水公司嘛设置15个免费的临时储水点，不管是天公伯无落雨，还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无水的生活对民众影响是真大，嘛是爱呼吁欠水的时刻，民众爱加节约用水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